台布，他没有台布，就这样。因为在全明星的时候，哪一个人特别帅，或者是你的菜这一类的东西？应该是老大吧。哈？你喜欢温柔的？是你的菜。我喜欢温柔的、啊，我喜欢温柔，然后体贴，然后可以好好讲话。那要有身材吗？气质要。要有身材，我是喜欢，就是肌肉的，就是一点点，对，就是天使脸孔魔鬼身材。屁股，我刚还没有。屁股，好痛啊！脚抬起来，小孩抬起来，抬起啊！啊，好痛！Hello, 大家好，我们是姑娘放肆，我是 Ando， 我是 Mina。好的，我们还是要先讲，介绍我们的单元，来当自己。加吧。好的，今天的来宾是要来上诉的吗？他可能也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。他说他很兴奋，因为很久没讲话了，然后也可能有点争议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繁文也有点多，PTT 上面讨论也有点多，就是来帮大家解惑的。对，欢迎徐斐青，欢迎徐斐青，动，徐斐青，台布，他没有台布。就这样，哎，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斐青，耶。欢迎。这个节目一开始其实都要来段舞蹈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还是你要留在后面？留在后面好了。但留在后面会是另外一种考验哦。留在后面就是说放一个很奇怪的音乐，但你要 solo。那我想要比较好的音乐，没办法。那就先跳可以。也没办法。所以是怎样？所以我们还要惩罚。如果等一下我们问的问题当中，如果你回答太过官腔，他的一脸官腔脸，那怎么办？我觉得我还是先走。我带了，你最想吃的麦当劳，好吗？太棒了！我现在太多问题想问。确定你要走？想说先喂饱你。这样可能你等一下会诚实的回答我们。现在介绍一下斐青好了，斐青现在除了在那个统一是我们啦啦队员以外呢，他现在也在工程师，也是篮球的啦啦队员。然后另外自己有在经营那个旅游频道，对吧？對，流量很高，还不错啦，就慢慢都是一百多万。有几只？最高的那一只好像是跟他爸妈一起在日本温泉，然后跳了一个算是日本很红的舞蹈。嗯，对。所以你是真的有对这个方面去下功夫去研究？对，我几乎每天都在滑，然后去观察说每个网红或是 KOL 他是怎么经营，要怎么在就是前三四秒就抓住大家的一个眼球。那现在想要帮一些你的粉丝或者是同一次的粉丝们问，就因为好像大家也都知道，其实你蛮投入在做这个影片嘛，旅游这种，然后就 PTT 上面都有说啊，北京都没来上班啊。然后面对这些网络这些留言，你会怎么心态？就是他们这样子，还是你都没看到？其实好像没什么看到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觉得我算是比较 focus 在自己的人，所以我不太会去管说别人说太多，因为我觉得只要把自己事情做好就好了，那我也不用跟你去交代。所以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活在自己世界。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人的时候，他就是一直在跟我讲宇宙啊，什么宇宙什么的，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奇怪的能量的。那这就讲到说，为什么你会加入啦啦队？我觉得也是宇宙啊。对，你看出来了。在那之前，你有想过，啦啦队是这个，就是什么行业？对。在之前，我是想往戏剧、武打那边走，但是我之前有去纽约念书嘛，对，纽约电影学院在 LA 念到一半发生疫情，然后所有的课程就是转为线上课。那因为我是学戏剧的，那戏剧要我在电脑面前学，我觉得那个学费付下去很浪费。我就看 YouTube 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就觉得那还是先休学，那回来之后再说。然后回来之后就有朋友介绍，然后才想说，啦啦队感觉不错，而且我自己很喜欢跳舞，然后又可以表现，我就觉得宇宙对你真好。那你加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跟你想要都不太一样？有一点点，我没想过是跟粉丝那么近距离，然后刚开始就是没想到说啊，进啦啦队要记那么多首歌，就是刚开始我觉得我有点惊慌失措。当时其实我看你也觉得在这个团里面有点，因为他很像外星人，他就会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然后我们也进不去，他也不出来了。而且那时候还给我绑一个很干净的高马尾，有没有？看起来超像土，超像清朝人。之前我的
风格都比较偏向利落，就利落比较成熟。嗯、然后现在的话，我就会去尝试比较多元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年纪大了，年纪大就想要装可爱。那你有觉得谁的反差很大吗？对，就是你一进来有没有觉得谁很看起来很难相处？刚开始我觉得是瑞斯哦，瑞斯，我会觉得哎、欸，他有点距离，不笑看起来很凶、但没想到他其实还蛮可爱的。嗯，我好痛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真的很想哭，好累。有些人个性会比较直接，比较冲一点。你很直接、啊，我就很害怕被他们那个两个 Yuki 啊，你啊，我，对吧？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就有一天我们出来结束，因为隔天还有球赛，所以我们就把衣服就是晾在椅背上嘛，然后我们就回去了。然后到宿舍的时候，我们在洗衣服，洗衣服，我就记得我又把我的衣服丢进去洗衣机洗。但隔天大家收衣服的时候，哇，我的衣服不见了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哇，我的衣服到底去哪了？我就在宿舍问说，哎、欸，有没有拿错衣服？上面有写我的名字。这样，然后大家都说没有哦，没有，我就想说一定是有人拿错，就他们就是都不承认哦。然后我们在休息室的时候一打开门，我就看到他的位置上挂着一件球衣，他把我球衣拿走，拿走就算了，他把我的名字划掉写飞。我要澄清一下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也在找我的球衣，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很少跟大家有就是团体的生 活，所以我会觉得太多女孩了，所以我有点忙，然后还在习惯这种团体生活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应该是我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先问呢？我有问，我有问。我还特别问他，我就说你有没有拿错？他就说问我没有啊，因为我就想说应该是吧。我的制服上面吊牌的那个线，我通常都不会拆掉，所以就是很少人的线都会在上面。我就看他那个有我的线，我就想说不对啊。我说你真的确定吗？他就很确定，然后我还写上我名字，不是我，对，他就很笃定的那样，我就说，而且他明明来看，明明上面有你的名字吗？对，他有，我还画掉，对，我是因为他是 M， 是 size， 对，你以为是 size， 懂了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就是超强，但是我却出国的时候我就不会怕危险。我觉得你不是不会怕危险，是你不知道要怕。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国中的时候有自己去巴黎，一个人哦、就其实很危险。但是我只要在国外，我就会装一个样子。我就会很厉害，对，很厉害。我可能坐地铁没有刘海，是吗？我就要表现一个是我是在这边念书很久的，所以你不要动我。但其实我内心很害怕，而且我常常会在家想说，如果有人要对我怎么样，我应该怎么样、怎么反应？怎么会想？对呀、啊，外星人。最近呢，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，甚至是有一些新闻报道传闻说，我们好像有人想要换颜色。其实我觉得说，其实我真的要去啊，哥，先让我讲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说这个传闻到底从哪里。可以先放下。这件事情我也是我跟你讲，对，我当事人都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个谣言。我在自己的世界，我还坐在家里在电脑面前查，大概30分钟，想说到底从哪一个那个 PTT 传出来，然后我查30分钟才发现，就是一段留言就传成这样。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？目前我是没有任何人来找我，不要再乱传了。OK， 还是我要现在直接拿合约出来签约。该问的比较正式的都问完了，要来点精彩的部分喽。最期待的就是可能会逼掉的部分，你们不要再骂我们，因为我们也想知道。好，反正就因为你待过统一嘛，然后之前在猎鹰，然后现在在工程师。那在你的工作场合，还是会遇到一些我们所谓的球员嘛？那是不是有人有释出想认识你的、私讯你啊、意图？我觉得问你好吗之类的。你晚上一个人孤单吗？多多少少有，但是因为我散发出来给别人的感觉，我就活在自己世界，我很冷，可能有点距离，对，活在自己世界，所以还好。还是你现在手机打开，然后我看你现在，我们来抓一下有谁？真的要吗？可以吗？我检查一下，真的。很少人，哪有很少人？你这个看不完啊，太多人。对啊，我对大头贴很敏感。你平常会这样去滑？太多人了、啊。我会耶，对，而且我是没事，我就会点进去关心大家，看大家最近在干嘛。你之前在全明星的时候，哪一个人特别帅，或者是你的菜这一类的东西？应该是老大吧。哈？你喜欢温柔的？你的菜。我喜欢温柔的、啊，我喜欢温柔，然后体贴，然后可以好好讲话。那要有身材吗？气质要。要有身材，我是喜欢就是肌肉的，就是一点点，对，就是天使脸孔魔鬼身材。哦，喂，你不要，因为我脑中有人嘛，所以我。
我想要 2PM 你知道吗？哦、以前 2PM 那种野兽派，你困，你困就是可爱的脸，然后一打开，呜、哦。我以前超迷妹的，我会躺在床上，然后看你困，我会哭，说，因为我有一天终于意识到我只是个粉丝，就是没办法和他在一起，我觉得很难过。那徐光汉会是你的菜吗？是，孔刘还有那个孔刘是我的，是我的，大概你这个最辣、最辛辣的，你不是想问吗？对，今年我们还在同一队，今年我们已经不同队了，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们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真的是没有未来性啊。没有啦，不是啦。主要也是工程师这边施出很大的善意要挖掉他，就是、他想要去不同去不同的环境，然后去看看走走。对对对。你那个关于有一些生活记录被大家放到网站上，你有想要被狗仔说一些什么吗？我们可以惩罚了。那我们进行惩罚。刚刚我们临时想说要给他跳绳跟跳舞，但为什么想说可以结合，请他在上面跳舞。北齐就位，跳起来哦！那我要这样进来，好，可以啊，来哦，音乐下，跳跳跳跳跳，屁股，我还没有，屁股屁股屁股，好痛啊！脚抬起来，脚抬，抬起来，抬起。超弱，超弱，你超弱，那你身体不好呢？好啦，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北齐来到我们的节目。如果说你还想看谁来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在下面继续留言，敲碗敲到他来为止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你的小铃铛。今天谢谢北齐，我们是姑娘放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